果然是你，没想到你这么笨，居然用这种计策来对付我。哼，我等了这么久才等到了这次机会，我不能够坐失良机呀。十七爷，倒也是。一个人晚年丧子，难免悲痛哀伤过度，疏于防范。 那四个要活命，也只有冒险杀了我，拼一拼这条路。这么一来，你或者趁乱杀我，或者做内应，让他们杀我，然后你再杀他们为我报仇。这把交椅，你一直想做，现在你去做做吧。做一做，死了也弄瞑目了。 走走，那几个人呢？没来。这么大的动静，他们不会来了。 哼哼，那些自命不凡的英雄，会自己送。